4月20，咱俩就这么小分点啦。4月20，星期一的抽抽乐 ，Action！ 我要盖我的乖乖章，永兴，我不用盖。你今天没有啊？你自己不要啊？好吧，这个我觉得不好。妹妹，你今天没有乖乖上学？有啊，我超时啊。那就乖乖上学有没有？乖乖上学是两个印章啊。很用心。是两个还是一个？两个。两个嘛，好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优等。优等。优等是什么意思 ？Good。优等是什么意思 ？Good。Good 是什么意思？优等不是 good 了，优等是那个。很优秀。嗯。优秀的等级，优秀。我看看有没有我喜欢的。OK， 拜拜。OK， 没有迟到的也可以啊。来，给你选一个你喜欢的印章，一个是这个优等。凑满10个可以抽两抽，对不对？明明已经抽两，你今天可以多抽两抽了。看这优秀，还有乖宝宝。乖宝宝，我是宝宝，脚掌都排这里，很用心。你这10个你要换2个抽抽乐，对不对？嗯。那这10个擦掉了。嗯。擦掉。换10个，换2个抽抽乐。然后你还今天还有乖乖收玩具，还可以再一个。来，我来看，我来选，我要干今天干什么？那我要干什么？那我就要今天才有啊，对。乖宝宝。因为昨天你说你会今天会把玩具收好了，所以今天就给你一个。乖宝宝。乖宝宝，好来。千抽两千抽，来两抽。没有，不止。小红，你有弹钢琴吗？没有，之前你忘记了。你忘记了。妹妹，蛋肠还要再多一抽吗？还要啊。好，那再给你一抽。昨天忘记了。我预言不会中。啊，中了就不要给你们抽。嗯，没中。你看我预言就准，都差一号嘞。十五吗？十五中一个。一个下的。我预言你这两个都，等下我帮他们预言一下。我先，他先。我看到了。神棍啊！不会中。不要相信他，他是神棍，专门骗财骗色的。看到了，这个好像也不会中。经过姐姐手都不会中啊。嗯，我要中。对，以后不要经过姐姐手。你看，真的没中。塞去。看我预言就准啊。这是叫做什么？以前叫什么手？占卜啊。葵花手呀。1120。哇，120大的哦。你说好像不会中哎、欸，好像我是好像哎、欸，好像。哇，真的有准哎、欸，我厉害。还有有，妹妹你应该不会中，但是你会中。一个大的，一个小的，一个大的。那个120可以抽我预言。120可以只能抽这个。我预言你这个会中弹珠，还有巨大便利贴。巨大便利贴。大便利贴啊！姐姐，这只猫咪都破掉，只好拆这只猫咪。嗯。该收完玩具去睡觉多了。啊，睡觉不要抽得快。哎，可以剪颗头的。大便利贴，你看我是准的。收完玩具去睡觉多。哇！贵宾狗，这个蛮大，来，然后我帮你撕，请专业的来，请不专业的来。中大便了！耶！
哦，爸爸也可以备箱了。箱三可以。箱三可以，有没有看错？箱三可以哦。以后我们至少十个起跳。先看这个啦。先箱啦。先看这个。先箱啦。是猫咪耶。哇，猫咪嘞。中大奖了，猫咪。哦小草，下次重猫咪加码箱十个，来，总共十三个。不要。重猫咪，对不对？重猫咪。重猫咪是最大奖哎。不行，你再说。你想不想下次再重最后一个？它上面规定要箱三个。这个，交给我，交给我。真的是。爸爸，你偷写。三个。下面真的选三个，三个而已哦。下次就变成三个了，没关系，先三个来。听说贴纸一号好像就只有三个，我相信这个一定是来。哦，眼睛，我的猫咪啊！我这局不相信。好，那就期待下次的，拜。4月21号星期二，抽抽乐，三二一，你选。每五抽只有两抽。中几个？一个小的，两个小的。两个小的。好。啊！弹珠。好。我还有一个。还有一个啊。爸爸弹珠。最后一颗大弹珠。这个。我的也是。好，打开一下看。Yes, yes. 我的是大力。啊，这好轻松，这个拿不开哦。哇，这还是什么？那个、妹妹已经打开了，你妹妹帮姐姐开。好。我的小纸巾真的很难开。拿一张单子过来。都是大奖，都是大奖。等一下。我来看一下是大奖。你帮我看。这么简单。弄的东西，我猜对了是南瓜。是啊。啊，你好，我想给你种。妹妹种什么？种这个啊，这叫什么？红莱，凤梨吗？红莱，我种。啊，你好，我想南瓜了。那我想南瓜。啊。南瓜可爱，红莱好吃啊。可是我想南瓜的，我一开始就说南瓜的。哎4月23号，抽抽乐，三二一 ，Action。姐姐是送了三条哦，布灵，是什么呢？对，这是限量吗？不是，来拿单子过来，这是那个超酷的，就会发光，对不对？啊，不是啊，它是那个青松侠呀、不是青松侠啦，给我看，我看了，它是青松侠。来，我拿黄橙橙香蕉啦，金属光特效。哎，哪一只？哪一只啊？哦，所以它不是那个呀。金属光特价。它是那个吗？隐藏版吗？这个是它那个上面的那个，只有他们有特效的，它会发光。好，4月25号星期六。生日抽抽乐，三二一 ，Action！ 你不是安家，我是林，这是我们今天的抽抽乐，好，我们可以直接投到里面去。对的，可以啊。对对。20块零又甜。这两只猪都退役了哈。对，它一定。等到双十结束，然后再来抓它们。它一定要存很多啊，对不对？我猫咪一定要存很多啊，它最重了啦。今天生日要几抽？3抽。好。好，给你3抽。10抽。10抽了。妹妹呢？姐要姐说她说2抽。两抽好吧。好，3抽。妹妹2抽。3抽。2抽就好了啦。姐姐生日你2抽。我9抽嘞。对啊，那你送姐姐生日礼物再送你1抽。我10抽。10抽，一人10抽。哇，今天爸爸最亏本了。钱。
块要两块，两个十块钱，二十块。我也要二十块呢。95。90。50，哇。190。50是大的吗？都小的。50是小的。小的是。小的印章。50是。两个小的印章，我190。50是印章呢。哇，50中了印章。101耶。中101。101。15。两个小的。我中一个一张，还我一个小的，一个特别。好。我也是一个小的，一个特别，然后再来哦。再还有个哦，哦，满券啊，铅笔。今天生日相识的。你呀。要。珠海，珠海的赞。那再来换我的特别号，我要抽，我要抽这个好，来抽这个。那我今天选一个比较。抽角落运气好吧。角落，这是角落啊，角落的猫咪，角落猫咪，抽下去黑子，你黑子可以救的，就去抽下去的，蜥蜴 ，Go！ 有尾巴，又是凤梨，蜥有凡，这里是最稀有区，这里是不稀有区。顺便决定用你看那里就会出现票三，这次是我们抽抽的3、2、1，拜拜。4月26日星期日，抽抽了3、2、1 action， 最后一抽了，我要让这个小金线，我抽了，快走。快走你昨天中很多啊！快走！对不对？我都没中。又没关系，姐姐也不一定会中啊。姐姐，你有中吗？好，安静。都没有中。啊，什么？你有中吗？70啊！哦，70。猫咪第一名。第一名的猫咪，猫雷。好，今天加码抽中印章，就是各送一个乖乖章印章。那这样我要盖猫咪第一名。先抽到就拿来盖，对不对？像抽绿色吗？第一个是那个绿色。猫咪第一名是黄色的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这礼拜的抽抽了，拜拜。拜拜。